时间遗忘的男孩呀。那我是被欧气遗忘的小姑娘吗？皮肤还没有来得及做预览动作，可真是个被策划遗忘的紫皮。我瞅着现在只能用豪菜来形容了，所以我一定要暴揍色情者来泄泄愤。这个紫皮和金皮一样，无头鬼还是有了自己的头，可这个小男孩的头像是一朵花长出来的，脖子上还美满了荆棘，看起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头不被再偷走，整体上看像树精似的，但是身体又是人和植物混合在一起，说是被时间遗忘在森林，我看更像是丢了头以后靠着植物来涅槃重生。这斧子就更有意思了，斧刃部分有一朵发光的食人花，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任何动作呀，要是擦刀的时候能张开嘴就好了。这一身植物附身的皮肤似乎背后有着复杂的故事，就像我一样，心情极其复杂，无法言表呀，只能通过拿斧子砍人的形式来表达我的愤怒了。皮皮山，我不用你再拿武器之光还我哈！你等下个月轮到你，来人的水桶呢？你咋不掏出来呢？嘿，你真掏出来，嘲讽我脸黑怎么着？想让我脸亮一些呗？我可谢谢你，对我这么好，奖励你做地下室吧。小黑妹，你居然穿着宿命，气死我了！看我金光护体，没事，我就吓吓你。来呀，救人呀！干啥呢？都过半了，我去，我可不跟你磨叽了。看我虚晃一刀，杀了大了，拿我再来一刀。你说你武武学学的有啥用啊？还穿宿命在我眼前晃荡，我让你戳我心窝子。哎呦，说走就走的，我看你两个半截怎么出去。朋友别等等，这啥玩意儿蹦哪去了？你这行吗？算你跑得快，我回去挂完黑妹就来找你。哎呦我的妈，就剩自己了，你还敢开电机干啥呢？找对象呢呀？无处可逃了吧？你还蹦，我直接一个蓄力中刀腿给你打断。哎呀哈哈，话说宝们觉得爱哭鬼的新紫皮好不好看呢？快快评论告诉三太吧，三太我爱你，你爱你哦。